欣然姐姐，你家我还是住不太习惯，我让史岩哥哥送我去酒店喽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让开，我不是来找你。他是来找我的。小妹妹，沈岩是个傻子，我可不是。之前你那个小手段我不忍，但现在你越界了。我怎么就是傻子？姐姐，你是用什么身份跟我说这话呢？他是我喜欢的人，虽然他还没答应我。那他也没资格说我，他又不是你女朋友。现在我是比我男朋友女人。哥，我就说吧，就你这个女脑袋肯定追不上小金总，还得是我出手。哥，